中韩建交三十年，一路走来既经历了跌宕起伏，陷入低谷，也迎来过峰回路转，改善契机。朝鲜半岛僵局、萨德入韩一直影响着中韩关系走向，但共同利益诉求促使中韩关系回暖，也进一步引导着东北亚局势趋稳。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百日之际发表演讲，他会给中韩关系带来什么？中韩比邻而居，但韩国为什么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亚洲国家？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各位，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佩洛西一天之内尝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八月二日晚上，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对佩洛西是前呼后拥，立正鞠躬哈腰。第二天八月三日晚上，佩洛西抵达韩国访问，佩洛西没想到他在韩国遭到了冷遇。根据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布的一张照片，到机场迎接佩洛西的只有四个人：美国驻韩国大使、驻韩美军司令以及另外两个媒体没有报道名字的美国驻韩国低级官员，就他们四个人，四个美国人，没有韩国政府官员，一个都没有，一个韩国人都没有，高级别的也没有，低级别的也没有。哎，佩洛西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可是韩国国会议长都不来迎接，不仅议长没来接，连一个议员都没来。近段时间，在佩洛西窜访台湾所掀起的政治风暴中，韩国罕见地保持了独立的外交政策。让佩洛西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到了韩国，韩国两位重要领导人却非常不巧地没法和他这位美国第三号人物会面。一位是韩国外长朴振，佩洛西抵达韩国时，朴振已经出发去柬埔寨参加东盟地区外长会议了。另外一位就是韩国总统尹锡悦。韩国总统府八月三日给出的理由是，尹锡悦总统正在休假，同时韩国政府也没有像东南亚国家和日本那样给予高规格的接待，而是任由驻韩美军的官员去接机，让佩洛西的韩国之行看起来极为寒酸。更有意思的是，佩洛西前脚离开韩国，韩国外长朴振就迅速来到了中国。八月九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青岛会见了来访的韩国外长朴振。因为八月二十四日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日，因此双方的会谈显得非常有意义。两国外长举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谈，除了对世界局势交流看法之外，最重要的是对萨德与芯片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形成了重视彼此安全关切予以妥善处理的共识。面向下一个三十年，中韩应当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界的干扰影响，应当坚持睦邻友好，照顾彼此的重大关切，应当坚持开放共赢，维护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应当坚持平等尊重，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应当坚持多边主义，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五个应当啊，可以说是我们两国人民意见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也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要求。其实自尹锡悦上台以来，韩国外交政策就有了180度的转弯。韩国不仅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组织，同时还跟北约勾肩搭背。不过就在韩国已经逐渐倒向美国之际，尹锡悦的最新表态令人意外。今年三月，美国筹备建立芯片四方联盟，邀请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呼吁各方抱团取暖。韩国因其强大的半导体技术是美国重点拉拢对象。自拜登到访韩国后，美国就一直在呼吁韩国尽快加入芯片四方联盟，
七月，美国财长耶伦访问韩国，要求韩国在八月底做出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的决定。如今，韩国方面终于有了动作。据韩媒报道，韩国政府目前已经启动了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的磋商会，但对于针对中国这一项，韩国方面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韩国政府向美国提出要求，芯片四方联盟建立的前提条件是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与不对中国发起任何制裁，只有这样韩国才会加入。本以为此次中韩外长青岛对话，双方就芯片与萨德问题达成了一致，也算得上是宾主尽欢，没想到韩外长访华刚结束，尹薛政府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改口萨德不可协商。韩国总统办公室十一日表示，萨德是为了应对北方的威胁，因此不能作为协商的议题，并宣布恢复在新州郡部署萨德系统，务求在八月底实现萨德基地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从八月二十二日起，美韩启动了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夏季联合演习。文在寅当政的四年里，萨德被冻结，联合军演被叫停，如今开始全面恢复。韩国政府在佩洛西窜访台湾的问题上，没有像日本政府那样乘机兴风作浪，表现不错，加十分。但是同样一个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的表现就让人看不懂了。尹锡悦政府直接推翻了上一届文在寅政府许下的承诺。文在寅政府曾经公开承诺，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坚持三不政策：一，不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MD； 二，不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三，不推进韩美日军事同盟。而现在这个尹锡悦政府却公开打脸文在寅政府，他们声称本届政府有本届政府的立场，文在寅时期的萨德三不政策并不是本届政府要继承的政策。言下之意就是，上届韩国政府的公开承诺到本届政府这里无效。那么请问，现在尹锡悦总统说的话，下一届韩国总统认不认呢？一个国家还讲不讲国际诚信呢？八月十七日是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的第一百天，在他就职百日记者会正式开始前几个小时，朝鲜用发射巡航导弹的方式向他送上了一份大礼。而就在前两天，尹锡悦曾在光复七十七周年纪念仪式上公开喊话朝鲜，提出了援助朝鲜的大胆构想。就在尹锡悦信心满满地提出了一个自以为能让朝鲜改变态度的构想后，朝鲜就用试射导弹的行为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북한에대한대규모식량공급프로그램발전과송배전인프라지원국제교육을위한항만과공항의현대화프로젝트그리고북한농업생산성재고를위한기술지원프로그램병원과의료인프라의현대화지원국제투자및금융지원프로그램을실시하겠습니다不过朝鲜的反应倒也并不令人意外，尹锡悦政府一面向朝鲜展现诚意，希望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寻求半岛局势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又紧锣密鼓地筹划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对朝鲜而言，韩国这种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做法实在难以取信。据美国国防部声明，美日韩于八月八日至十四日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龙联合军演期间举行了三边演习，这是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以来的首次美日韩三边联合军演。演习内容为导弹预警、弹道导弹搜索与追踪演练。声明称，美日韩三国依据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签署的三边信息共享协定，共享了战术数据链信息。演习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三方合作，并有意恢复每年春夏两季军演的传统，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이번연합연습은한미연합연습과그리고야외기동훈련을정상화함으로써한미동맹을재건하고
연합방위태세를공고히확립하는데큰의미가있다라고이렇게말씀을드릴수있고伴随太平洋龙军演的落幕，美韩方面又于8月16日开展了为期4天的危机管理演习。韩联社称，这是假想半岛出现战争危机迹象时，美韩如何避免战争及进行危机管控。紧随其后，美韩于8月22日正式重启已知自由之盾军演，其中将政府演习和军事演练合并，借此提高国家整体作战能力。不过，韩国民众对于美韩军事互动并不买账。近日，韩国爆发大规模反美集会，参加者要求中断韩美联合军演，同时要求解散韩美同盟，撤走驻韩美军，避免朝鲜半岛局势恶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7月27日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对于韩国总统尹锡悦对朝先发制人军事政策的表态，朝鲜已做好应对危机的充分准备，朝鲜的国家核战争遏制力也已做好充分准备，可以迅速调动绝对力量完成使命。今年以来，朝鲜进行了多次导弹试射，试射导弹总数超过33枚，据统计，其中有16枚是自韩国总统尹锡悦5月10号上台之后发射的。最近一次导弹发射是8月1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的第100天。当天凌晨，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2枚巡航导弹，为韩国送上一份大礼。这也是朝鲜自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第4次发射导弹。现在朝鲜方面有了强硬动作，韩国政府恐怕又要处于惴惴不安的恐惧中了。于是韩国外长朴振又公开向中国示好，表示中国是韩国重要的经济伙伴，排除与韩国紧密合作的中国就难以谈及印太地区的未来。韩国方面话说得很好听，至于心里究竟怎么想，恐怕就不得而知了。韩国尹锡悦政府现在说啊，文在寅总统的萨德三不政策并没有形成中韩两国之间的协定，所以他们用不着遵守。各位，当时中方之所以接受，文在寅总统用口头表达而不是白纸黑字写下来，是出于相信韩国政府的诚信，也是出于一种与邻为善的宽容体谅和善意。萨德是美国给中韩两国制造的麻烦，如果尹锡悦政府不认清现实，不惜损害中方的利益来满足美国的要求，把美国制造的这个麻烦扩大化，那中韩两国的关系就会很麻烦。其实30多年前中韩两国还没建交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一件麻烦事。那时候两国本着互谅互让的体谅的精神，运用智慧解决了这个麻烦。那是个什么麻烦呢？请看下节分解。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力迈进，并积极备战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各位，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1992年的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那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中韩两国政治上是敌对的关系，外交上互相不承认。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中国叫韩国为南朝鲜，而韩国就用中共政权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韩国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跟冲绳和中国的台湾构成所谓封锁红色中国影响力的第1岛链。1983年，一件麻烦事突然就摆在了还没有建立任何外交关系的中韩两国的面前，是怎么回事呢？请您接着
往下看。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是研究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权威机构，在他的藏书阁中珍藏着一部分中土皇帝册封朝鲜半岛国王的诏书。实际上，从西汉开始，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宗藩关系延续了2000年。但到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帝国战败，被迫和日本帝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朝鲜半岛从此脱离了和中国的宗藩关系。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半岛的南北部，半岛从此处于分裂状态。1950年到1953年，爆发抗美援朝战争。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冷战中，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两国的关系可谓冰火两重天。政治上，当然我们是敌对关系，跟韩国。在外交上，我们不承认大韩民国的存在，互相没有任何来往。중국으로보았을때는한반도는하나의친구북조선과하나의적한국이라는그런비정상적인관계가되었었습니다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关系改善，中日邦交也逐渐正常化。当时的韩国正处于朴正熙总统带领全民拼经济的关键时期。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朴正熙首先向北京放出了信号，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1979年，朴正熙在下属的权力斗争中被枪杀，他所期待的韩中修好没有在他的生前实现。张廷琰，北大东语系毕业，60年代开始在中国外交部朝鲜处工作。他记得一次偶然事件的发生，促成了中韩官方第一次正式接触。83年5月5号发生了劫机事件。劫机事件你知道，就是我们从沈阳起飞的一架民航客机啊，在经过朝鲜半岛的时候啊，在这个过程中间被劫机犯劫持。劫机案首犯卓长仁，中国人，因涉嫌犯罪未逃脱制裁，连同5名同伙逃亡台湾。他的计划是把与台湾关系良好的韩国作为逃亡的最佳中转站。尽管与韩国并没有任何往来，中韩两国仍处在冰封时期，但为了飞机上的105人的生命安全，中方立刻决定与韩国直接交涉。没有大使馆呢，没有信息来往，你也不可能打国际电话，而且当时的国际电话1983年也不像现在这么畅通啊。当时的联系都是通过香港中国的新华社和韩国驻香港的总领馆，我们转达信息通过这个途径。出乎中方意料的是，韩国对于中国的谈判要求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复。5月7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前往韩国，但是由于中韩两国尚未建交，派出外交人员谈判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中方谈判代表都隐藏了真实的身份。1983年5月7日下午，中韩双方代表在作为韩国迎宾馆的新罗饭店里，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判。谈判过程虽然异常艰难，但双方在谈判桌上都表达出了善意，努力寻求契合点。全部旅客他们同意让我们工作小组带回去，同意放行，让我们带回国。这等于给你交底了，就说你放心，那个旅客我们一个都不扣。但是就在双方谈判即将结束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份多处写有大韩民国字样的备忘录交到了中方代表手里。韩国当时就希望在双方的文件中间尽可能多的
写进大韩民国。那么你一签字就等于承认他了，是不是？经过一整夜的反复修改核对，中国谈判小组只保留了落款处的大韩民国，将其他地方改为汉城，还把落款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国民航。5月10日，中韩就劫机事件最终达成了协定。一起看似简单暴力的劫机事件，衍生出了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外交斡旋。谈判期间，两国所释放出的善意信号，为日后中韩从陌路走向和解铺就了道路。1983年，没有外交关系的中韩两国在处理卓长仁劫机事件上表现得很有智慧。接下来，中韩两国又在一系列国际体育赛事上互相接近。1986年、1988年、1990年三个年份，中韩两国先后举办了3场盛大的国际体育赛事，两国领导人把握这些机会，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1983年，中国北京申办1990年亚运会的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个政治问题成为北京最大的障碍。必须同意所有的亚奥理事会的成员，包括韩国的运动员都来参加，我们接受他，欢迎他参加比赛，这才能申办。这是申办的条件。如果你申办，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不能申办的。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力迈进，和美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并积极备战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正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所言，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向亚奥理事会承诺，如果北京承办亚运会，亚洲各国运动员都可以参加。1986年和1988年，韩国先后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中国派出庞大队伍团参加，这对在经济上已经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在政治上急于获得国际认同的韩国，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汉城奥运会大大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奥运会开幕前半年，刚当选韩国总统的卢泰愚已经对突破韩中关系采取了重大行动。原籍山东的韩胜浩在韩国民间被尊称为御医，曾先后为14位韩国总统或副总统担任中医私人医生，包括卢泰愚总统。军人出生的卢泰愚是山东卢姓后裔，经常叫韩胜浩是老乡。在电话里，他把一个艰巨的任务拜托给了这位老乡。中国的大门开不开，咱们可以从窗户里头和他两个打招呼啊，在窗户里进去。那么我当时我就不了解他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我说总统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是应该在这个沿海地区的省份往里走。1988年4月，韩胜浩带着和卢泰愚夫妇的合影经香港来到了山东。这位阔别故土多年的医生从未想到会以韩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回到中国，并受到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高度重视。韩胜浩此次中国之行非常顺利，拿着与山东省贸促会签订的6项合作协定回到了韩国。这位韩胜浩是个华侨，祖籍山东，生于吉林，1948年21岁的时候才到的韩国。40年后，韩胜浩重返他的祖籍地山东，过程充满了戏剧性。话说1988年，他接受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委托之后，先通过在韩国的老华侨联系了香港的山东省政协委员、企业家张锡九。为什么找到香港去呢？因为那时候韩国跟中国之间完全没有办法联系啊。香港的张锡九专程飞了一趟山东，几天之后，张锡九告诉韩胜浩，山东非常欢迎你。就这样，韩胜浩
去了济南，他先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济南。那时候中韩之间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连交通关系也没有。长话短说吧，中韩的经贸关系就在1988年从山东开了一道门。不过这个门并不大，是个小门。中韩想要开大门，有一道关卡要过，过这道关卡又充满了戏剧性。是什么关卡呢？请看下节分解。1992年5月的一个夜晚，几位神秘的客人分别从香港、东京和天津抵达北京。各位，30多年前，中韩两国发展关系要过一道关卡。这个关卡就是朝鲜。发展中韩关系，中国政府要充分考虑中国同朝鲜的关系以及朝鲜的承受能力。1990年3月，中国告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中国和韩国即将互设贸易代表处，请注意是贸易代表处。中方一直很小心，不要刺激朝鲜。就这样，再等了足足2年，1992年3月，情况有了变化。1992年3月，中国人大会议期间，有些敏感的记者注意到一个信号。陈其贞举行记者招待会，每次谈的都是，我们不会和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记者问到的时候，他都是这么答的。1991年招待会啊，他改变了说法，他说是，我们和南朝鲜关系如何发展，我们还没有时间表。1992年4月，亚太经事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这给中韩进一步接触创造了机会。陈其贞外长请他吃饭，并且跟他商谈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实际上达成了一个协议。사실은그때상당히그말하자면망외에기대치도않았던큰제의를받아서대단히저희들로서는참흥분된제의였죠바로그것이한중양국의담판의시작이었다고볼수있습니다中韩两国外长会见的同一天，中国最高领导层派代表访问了朝鲜。此行既是为祝贺金日成80大寿，也是在中韩关系上向这位老朋友通通气。和他谈一谈，我们和南朝鲜的关系已经松动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准备和南朝鲜接触，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事情。跟他讲了以后，金日成主席的表示说，你们是不是再考虑考虑，稍微推迟一下推迟个几年吧。1992年5月的第一次正式谈判，中方本来建议在汉城举行，但是韩方认为汉城不安全。韩国朋友认为台湾的耳目太多了，眼睛太多了，不利于保密他担心台湾从中来阻挠这件事情。全炳炫曾任韩国外务部中国科科长，也是谈判组的重要成员。他给这次行动起了个秘密代号“东海计划”。부인이저한테묻기를어디를가느냐고해서내가말할수없다고얘기를했습니다부인이저에게묻기를그러면더운지방을가느냐추운지방을가느냐제가그것도얘기할수없다고답을해서부인이대단히섭섭했던모양입니다그래서저한테는더운지방으로가는가방을하나싸주고추운지방으로가는가방을하나싸주고이두개를준비해서이렇게접어줬어요그래서그가방을들고한쪽에는더운지방한쪽에는추운지방을준비해가지고갔던기억이납니다鉴于当时复杂的东亚形势，中韩两国对建交谈判是严格保密，韩国方面做得很有戏剧性。据参与建交谈判的韩方代表的回忆，为了掩人耳目，
全敏炫在1992年的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申正信就以自己生病为理由辞去了职务，一个是父亲生病，一个是自己生病。随后全敏炫和申正信就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做功课。整个中韩建交的谈判过程当中，安全和秘密成为头等大事，就像一场紧张的反间谍战。1992年5月的一个夜晚，几位神秘的客人分别从香港、东京和天津抵达北京，乘车进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他们就是韩国的谈判代表。然而中韩官员第一次正面交锋就让韩国代表为之震惊沮丧，就是说你要建交承认我们是唯一合法政府，和台湾断交，断交废约撤管，都这个都必须接受啊！我们任何国家都是这个三原则，这个三原则你接受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谈理，才能最终达成建交协议。第二轮谈判还是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韩方这次提出可以和台湾断交，但韩台还要保持半官方关系。우리가할수있는대로중국이하나하나어떤것은되고안되고하는이러한것은접수하지못하겠다우리가알아서비공식관계하에서는우리특수한최상의관계를유지하겠다는것을중국이받아들여달라하는이담판을매우오랜기간에걸쳐서어려운담판을했습니다第二轮谈判进行了三天，韩国方面终于确信北京政府的建交原则不可能动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最后，韩国代表接受了中方的原则，两国建交的最大障碍克服了。按照国际惯例，建交谈判在两国轮流进行，以示对等。1992年5月，在北京的秘密谈判后，韩国方面就要求尽快移师汉城谈判建交的具体文案。进展如此迅速，甚至出乎了中国的意料。第三次谈判只用了一天半就全部完成。当双方代表最后交换建交公报和备忘录的草签文本，谈判对手们之间的气氛也顿时轻松起来。接下来，中国将告诉重要的传统盟友朝鲜，中国很快就会和韩国宣布建交。金日成会有什么反应呢？钱其琛7月15号就受中央委托作为特使到了朝鲜，到了朝鲜转达了我们中央的决定嘛，啊，这个就是通报，不是征求意见。金日成主席想了想，还是他说中国的事情由中国来决定。钱其琛在外交实际中记录了这次会见，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照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得知中韩建交的情报后，台湾抢先在8月23日宣布，自中韩建交之日起，台湾立即与韩国断交，并指责韩国忘恩负义，拒绝韩国特使团来台说明，取消对韩贸易所有优惠礼遇，甚至连台韩之间的民航交通也完全停止。한몇년동안은한국과대만과의공식관계는말할것없고비공식관계도거의모든분야에서큰충격을겪는그런어려운시기를가졌습니다물론저희들은충분히뭐어느정도는예상을했습니다만은대만의반발과충격은저희들의예상을훨씬뛰어넘는정도였습니다1992年8月24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在北京，中韩外长正式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曾经的恩恩怨怨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9月2日，
56岁的张庭炎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韩大使。按照中韩建交协议，台湾要将位于明洞的驻韩大使馆馆舍交给中方。9月23号，方舍交给我们，台湾就完全撤出去了。在撤出之前，他们大概比较心态不好吧，比较气愤呢，把东西、家具、地毯、桌椅、墙壁都破坏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修复的。初建交的中韩关系尚在磨合期，而另一边中朝关系也经受着考验。在中韩建交之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频繁访问中国，到中国就像邻居家串门一样频繁。但金日成在1994年7月去世后，继承他地位的金正日整整7年未曾踏足中国一步。因为我们也不是说承认了大韩民国之后就抛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小平同志讲的似的，还是为了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发展。直到2000年5月，急于改善朝鲜经济发展的金正日才再度访华，中朝关系逐渐恢复。2003年，中国开始取代美国，成为韩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2007年，中国开始取代日本，成为韩国的最大进口国。然而，经贸热络的另外一面，两国政治却屡有波折。2016年7月，韩美两国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造成中韩关系迅速恶化，一度陷入建交后的最大危机。后来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中韩两国共同努力，互谅互让，两国关系渐渐恢复正常。按照韩国方面的统计，中国是当前韩国进出口贸易份额中占比最大的国家。2021年，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3623.5亿美元，相当于同一年韩国跟美国、日本、欧盟贸易规模的总和。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对两个国家来讲都是值得纪念的。接下来就看韩国总统尹锡悦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好萨德问题。这真是举棋宜三思，落子方无悔。